到了。ご予約の確認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か。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サイトがですね、はい、F の12番のサイトとなりますので、はい、ご利用ください。はい、あとはゴミ袋を1つなんですがお付けしており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とこちら熊よけの鈴になりますので、あ、はい、特にあの散策などされて外出られる際はつけていただくように。小心疙瘩手。我都已经被割到了，在 F12 的位置，我们 F12 就是 F4 的三倍屌。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但是比他们四个人的三倍屌。这是我们的营地 F12。里面还有很多营地，周围都是森林，然后前面这个木房子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可以在这儿洗菜洗碗还有晚上在这儿洗漱的。进去看一下，就在这里做饭洗菜切菜都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台子，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切菜啊，或者整理东西。厕所就不详细介绍了。保温箱的时刻到了，噔噔叮！哎，这个豆芽还有冰，应该没问题。哎，这个还上面还有冰。哎，这个都还没化完。拍一下我们搭好的帐篷，这是我们家自己铲的木头。我们自己在家里修剪院子的时候，把家里的那些树枝砍下来，带出来烤，今天把它烧掉。这是一个不倒翁杯子，被我们烧成了圆底的。
洗干净了。完，这张锡纸好像又小了一点，还刚刚够。叽哩叽哩，怎么说？扔进去，扔进去，扔进去。哇哇哇！我把这个火打垮了。啊，好大的火！不行，这个蛋烧不到。丢进去，丢进去。锡纸包的土豆都烧黑了，烧成一个炭了。香啊！哎，没对准。我隔着屏幕都闻到香味，好吧。然后搞了一口酒，好吧。哇，好香啊！哎，看着这不错，好吧。烧土豆。嗯，好吃。这个连麦我也不是很懂哎，其实。连麦就是像打电话、打视频一样的。但是连麦，猪哥说话别人也能听得见，对吧？嗯，应该能吧。也听得见，都听得见，就只要现在看你直播的都听得见。他刚可能我妈也听得见，现在好吧。哦。少喝点酒。闻到一股味道，是不是？给你个脚的特写，看一下。烤猪蹄，加餐了，宵夜。小心别烧到，慢性烫伤了。出发去洗澡，可以听到这个声音。这个是熊铃，听到这个声音的话，熊就会回避。然后录音场的人让我们就是行动的话都带上这个熊铃，因为这边山里面是很多熊的栖息地，而且最近频繁的已经好几次目击熊的这个情报。前面开这个灯，上面那个就行了。我们这次住在这里，离这个洗漱的比较近，稍微方便很多。好冷啊，现在晚上。刷牙二人组，我们要睡觉了。今天晚上做床吗？你的小床。头弄反了，这头是头发。
这个自动贩卖机上也有无印良品露营场的一个标志，这边又有熊出没的一个提示，就大家来这种野外一定要有熊铃，要注意安全，这边熊还挺多的。最真实的乡村公路就是这样子，以前我们贵州也有好多这种公路，但是现在大家都有高速了，贵州已经每个县都通高速了，很少有再走这样的路了。我们在乡下找了个地方来吃饭来了，也不知道这是吃什么的，小心一点。我只拍你的脚，不拍你的头。他们村外的花开得好漂亮啊。看他墙上的海报，昭和年代，富士山，这种提摩罗，日本人喜欢折千纸鹤是吧？好像是个梗，去哪儿都给人折千纸鹤，他们还挂地图。哎，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也喜欢挂地图，小心烫。就是他家，来日本来这种小店吃饭挺爽的，挺有意思的。就看一下他们家，真正的深度游。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带领大家深度游。确实。哪怕晚上被冻得半死，我们就坚持下去。为我们为数不多的粉丝，我们一定坚持下去。介绍一下，这是日本的中华料理里面的铁板。每个店都有。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猪肉汤，我都是猪肉汤套餐，一碗饭，一个蛋，沙拉。这是萝卜还是姜？萝卜。日本人特别喜欢吃这个玩意儿。蛋黄酱。加蛋黄酱是吧？嗯。我在中国都没见过。那我开始吃饭了，いただきます，拜拜，待会儿见。这山里面这些乱七八糟的花确实好看。这就是真正的日本农村，真正的日本乡下，不是那种除了东京大阪的小城市来冒充农村的那种农村，这是本格农村。你看这些老人腰都直不起来了。日本农村都没什么年轻人，年轻人都走了，都去大城市了。本来日本老龄化就严重，没什么年轻人，然后这些乡下基本上就只剩下老人，特别冷清。但这里其实居住环境我觉得特别好，日本的乡下什么都有，商店、超市、邮局、银行、居酒屋，对，包括拉面、餐厅都有，而且自然环境也很好，也很舒服。这里是真的很宜居。那个甚至比你的车还干净。
麦期的秋。这个火山就这儿还在喷。这地上全是这个木屑，有一股木头的味道。旁边有个拖拉机在这干活。日本的这种农用机械特别抠，可能因为他们这里都是山地，大型机器都来不了，不像美国的那种大农场。昨天晚上是真的又冷，又冷，对。昨天晚上实在太冷了，然后再加上不能洗澡，所以我们来这边洗澡。看牛多少钱？今天的风超级大，我们白天出去玩，然后晚上回这个露营场，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们一家在这儿露营。这个人难受了，生病了，有点发烧，头疼，恶心，想吐。吹风吹的，这风太大了，又冷。先吃点止痛药吧。嗯，明天，没事，熬到明天早上，现在深山老林的。好可怜啊。明天早上醒来就可以手掌摸回家就行了。嗯。起床吧，起床了，现在已经6:55了。嗯，怎么样啊，好点了吗？嗯，好了，不痛了。嗯，头不痛了，那还难受不？不难受，睡一觉就好了。嗯，就昨天吹风吹的吧。已经睡了很久了。嗯。哦，家里大地震了。嗯，你咋知道？我看看朋友圈啊，还有群里，大地震，5强哎。那我们咋没感觉？哎，我们在这一点都没感觉到。还剩了这么多柴没烧完，我们把它带回东京，带回千叶。煮好早餐了吗？煮好了。哎呀，快来吃吧。幸亏我出来露营都会带着佣人照顾了我一下。我们先去倒垃圾，然后这个营地非常的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草地的，这几个区是草地的，然后还有林间的，这个也不错，挺好的。终于到垃圾场了。可燃垃圾，
这一带全是可燃垃圾。哇，它这个分类也太细了，不对了。先扔塑料瓶吗？先把盖儿扔了，先把盖儿和这个分开。盖扔。盖死了。它还有打火机。然后，对这个塑料瓶的标签也要撕下来扔。盖子给我们。然后，盖子也是单独扔。然后这种小玻璃瓶也是单独扔，但我们没有。这边是金属类的。日本的塑料瓶包装，它都会有一个很好撕的一个缺口，让你撕这个标签。走吧，扔完了吧。